界不遥远，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晚课。放一字句，
Oh.
回来，一切苦厄，同烦恼。
Oh.
Yeah.
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1-67665001-6766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8-660012-001-198-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慈悲置业花莲分会陈真法会布置机动义工，值班义工半日班，环保组义工、香灯组义工、行政人员共同发心来陪服。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-831-167303-831-167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